神，方便是武林风的搏击明星，拥有实战不败的神话，凭借自己的实力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马库斯，让方便成为了明星人物，成为了很多拳迷心目中的偶像。方便是散打出身，技术还是比较好的，曾经还拥有世界第八的排名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最近一部搏击类的电视剧非常火，《甜蜜暴击》做到收视率全国第一，所谓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大家喜欢这部电视主要是为了追星，主演是当红小鲜肉鹿晗和人气明星关晓彤，而且现在两个人还是恋人关系，所以这部电视才火起来了。此时方便写道，对于这种漏洞百出的搏击题材电视剧居然能够做到世帅全国第一，我很无语。很多朋友问我怎么看待《甜蜜暴击》，说实话这部剧我也只看了一点就看不下去了。关于搏击，我想说请导演以及演员们不要误导观众对于搏击的认知，你不会可以去学，涉足新的领域一定要虚心潜心学习，但一定别侮辱观众的智商和这个高尚的运动项目。搏击不属于撵炮，不男不女的人请走开，去你自己的世界赚钱吧，搏击的世界不欢迎你们，谢谢。很多网友留言，这样的电视主角应该让硬汉来演。